马路中央一名女子往安全岛走，要穿越马路，没想到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而过，将女子撞飞。一瞬间，女子消失在画面中，只剩脚上的拖鞋掉落在地上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黑色轿车撞上女子后，女子喷飞了将近15公尺远，撞击力道非常强大。阿姨过马路的下一秒就看到那台车就嘣，我就尖叫啊！然后他们就说怎么了？大家其实都有听到啊，就是那个声音真的太大声了。15号晚间7点多，新北万里加头路段，一名40岁的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，不慎高速撞上正在过马路的73岁黄姓女子，女子当场失去呼吸心跳。只要获报后啊，赶抵现场。那经过这个抢救后啊，仍然宣告不治。据了解，李姓男子是名冷气安装技师，当时正要到客户家中装冷气，却在途中意外撞上黄姓女子。李姓男子酒测值为零，目前已被警方带回侦讯，详细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。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。当然，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，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。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、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